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为欢庆三八国际妇女节，推出三八宠爱拜金女王优惠活动，从3月2号到3月18号为止，参观游客只要四人同行，而且其中一人是女性，购买掏金或是5坑体验票券，就可以获得一份博物馆特色文创商品。典藏矿山黄金博物馆瓦尖饼礼盒，大气又不失典雅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其他相关优惠活动，让女王们好玩、好吃又有的拿。民众到黄金博物馆，除了享受金瓜石美丽的自然景观，参观黄金博物馆各馆舍的常设展与特展之外，绝对不能错过生动的掏金及坑道体验活动，让民众实际体验真实的坑道情境以及掏金的过程，仿佛徜徉在金瓜石那段辉煌的黄金岁月。黄金博物馆为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，特别推出了三八宠爱拜金女王优惠活动，于3月2号到3月18号期间呢，参观的游客只要四人同行，其中一人为女性，然后购买博物馆的掏金或者是5坑票券，即可获赠博物馆的特色文创品、典藏矿山、瓦尖饼小礼盒。为了推广博物馆特别的体验活动，也欢庆三八国际妇女节，博物馆特别在3月2号到18号之间，民众只要四人同行，而且其中一人是女性，购买掏金或5坑体验票券，博物馆将会送出典藏矿山黄金博物馆瓦尖饼礼盒。就是黄金博物馆三八妇女节这个活动啊，只要四人同行，然后其中一个人是女生的话，就可以凭票根来取得这个矿山的精品礼盒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很体贴女性，对，我觉得是个很棒的活动。那此外还有相关的优惠活动，那请大家可以到博物馆的官网公告查询，那欢迎大家抽空呢来博物馆一游哦。瓦尖饼礼盒的铁盒上盖印刷知名矿山艺术家的作品，细腻地呈现出矿山艺术文化的底蕴。内容物是香脆的瓦尖饼，饼干上烙印砖瓦、金瓜石神社、矿车、日式建筑等矿山意象图案。外包装采用开放式设计展示，高雅时尚的礼盒不仅好吃，又具有收藏价值。谢成威、瑞芳采访报道。